Xbox 天使巧怡，今天呢非常高兴第一次来到 Xbox 的公开活动和大家见面。嗨，是，那其实呢，大家以往都是在 Facebook 啊，或者是在我们的 Xbox Live 里面见到巧怡，对不对？所以巧怡今天跟现场这么多玩家朋友们见面，有没有觉得很开心还是很兴奋？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？非常感谢，就是各位朋友对 Xbox 天使的支持，然后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见到大家。所以巧怡今天也以一身非常军事风的装扮。 现身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，说为什么今天会做这么军事风的装扮呢？好的，那我今天呢身上的这套衣服就是 World of Tanks 战车世界里面的女教官的装扮。那今天呢这个游戏在我们面对舞台的右手边也有体验区，大家可以去玩玩看哦。是，所以等一下呢大家可以看到说，巧怡今天呢真的马上为了第一次跟玩家朋友们来见面呢，就打扮成我们战车世界的女教官来跟大家。 见面喽！但是大家知道，刚才是我们来示范 Justice， 对不对？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行的这个游戏可就厉害了。我们邀请到的是，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经典的一个游戏叫做《超级快打旋风》，知道的人请举手。哎，大家都不举手吗？所以最期待见到的角色是什么？是谁？赶快看女性角色是谁？赶快看荧幕上是谁？